受够了吗？还有动画呢。受够了，是藤蔓。那个，我们可以去更大的，就还是这一关啊，可是它的方式不太一样。还要打变打，换了位置，换了一个位置。你要玩趴车吗？我可以剪掉啊！靠，我是剪接师哎，不能剪。查看，我看一下啊。靠，要贴两种哦，妈的！好，我来贴。我看一下第一个。谁？哎，变四格哎。这些粘锅很棒，小心轻放，碰伤。确实美味，所以是易碎。易不是。碰伤是什么？易碎跟那个什么？现实快一点。快递，等一下，我们是时间暂停啊。现实跟快一点是吗？现实。六二。易碎吗？不是。极简。对对对对。易碎。啊啊啊！极简跟什么？易碎。对吗？走啊！走！看你是在哪里啊？那我怎么不能用？啊，你有打字了哈？什么？等一下啊！好嘞。它是南边还是北边？南。好。错啊！南边啊。成功，小心轻放是易碎不是吗？极简。是有小心轻放的贴纸。你怎么死了？看一下，还有什么贴纸？重型不是重型。易碎。这是什么？我可以贴这个吗？易碎吗？你这个金刚好用。极简啊。你刚是贴易腐烂是吗？哦对。是吗？快点，对我刚贴易腐烂。还是他起的？哎，不对啊。为什么？我不懂他的中文。我看哪错吗？没错。小心轻放啊。真是不方便的水果，这应该不是极简，易腐烂吧？易腐烂跟易碎。哎呦，这里。啊，猜。哪有？是我们理解有问题。哪有他的问题？你很想跳进线那个极简。极简，然后易碎是吗？对。这些叶子不会 ，OK 好。我给他一个恐龙贴纸，易碎跟极简哦。啊！极简，好，在那边等我，我把它推进去。快！中，它是北边还是南边？南。错，哪里错？贴纸错，不能贴恐龙。屁啦！513没错啊。不能贴恐龙。怎么可能？很想跳进最快的速度，对啊，极限跟希望不会被压成碎屑。那试试看，我把恐龙拿掉。干！奇怪呢！你不要放不相干的东西。我想要放恐龙，我每个都放。食物放不相干的东西。真希望能极简跟
易碎哈。那我一样再放一下。G 开头的吗？看一下。对 ，G G。极剑跟易碎吗？我还是要放一个恐龙。不要。它是北还是南？北啊。我想贴呗。南北，不敢，就不会这样。我就想捏恐龙，叫你不要贴。最后一个一定可以，你信不信？这个一定可以的。极剑，极剑的重型好。坚持要贴我的恐龙，极剑跟重型，极剑怎么都那么远呢？哎，放恐龙贴呢？烦死了！北还是南？北啦！我就是要贴恐龙啊！你看，这不不行了没？我想贴哦！给我拿走，快一点北，北。那贴哪里？北。我想贴那个。这不不行的。烂恐龙。本来我们可以那个的哎。哪一个？本来我们什么都不行。我们可以赢的好不好？我们赢了。因为你是恐龙。啊，我就想要恐龙啊！你们说是我恐龙的问题，就想要试试看，就不行，凡事都要试试看，一次就不行了。